ครับ来，Hello，Hello，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Camry 的社团里面开直播哈。那介绍的车款呢，当然是 Camry。那这款车是 Camry 的六代哈，2400cc 的。那车主的话呢，原来的避震器呢，前面的话是原先有做汰换成 KYB 的哈。那后方的话，说真的 ，Toyota 的品质啊，真的是很棒哈。那这样子避震器原厂的有办法撑了大概快200,000公里耶哈。那今天要汰换的版本呢是 KT 的道路版。那 KT 为了 Camry 的车系呢，前面的弹簧还有后方的弹簧都做了很多用心的地方哈、哦，所以经理呢今天又刚好安装到 Camry 的话又有空档，所以就又开直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Camry KT 所用心的一些地方哈、哦。那像这个是原厂呢拆换下来的避震器，前面的话本来是已经有改成这 KYB 的了哈，这个是应该是不是永华的哈，这个是日制 KYB 的。那原先的话是 KYB 的系统，其实它只有做筒身，像防尘套啦、上座啦，还有轴承这些部分，还有馒头呢是需要沿用原厂的哈，所以这个前方的话是已经有汰换过了。那后方的话是这个是原来 Camry 原厂的避震器，好，所以这一台车哈。在 KT 用心的地方在于啊，前面跟后方呢，这个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那前面跟后面呢都分别各有一个上座，好，这个是后方的上座，可以看得到斜度吗？好，这个是有一个斜度的，那它前面的避震器跟后面的避震器的上座啊 ，KT 都有附一个新品哦，不需要沿用原厂的上座，像这个上座其实它有斜度，它弹簧在安装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哈。如果弹簧装错边的话，那装去的话就会有异音。好、哦，这个是后方有一个特殊安装的技巧。那前面的话，这个世代哈、哦，六代的 Camry 呢，它的上座是平整的。如果是前一个世代的五代哈、哦，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而且它上座有一个特殊的 logo 哈、哦，是需要要安装好，否则如果没有安装好，很容易会有异音哈、哦。但改装 KT 的话呢，就比较不用烦恼这些琐碎的细节，因为前面的上座跟后面的上座啊 ，KT 都已经组装完毕了，都有附全新的上座。即便像这个状况的话，已经用了200,000公里的话，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如果用的里程数比较多，我们把这个上座拆下来给新的一套避震器来使用的话，那如果装上去的时候，有异音的产生，那到底是原来的上座的异音，或者是 KT 的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异音，就很难做一个厘清了哈。但改装 KT 的避震器，车友们 ，Camry 的车友不用烦恼这样的问题，因为有问题的话就 KT 的问题，因为全部都 KT 的嘛哈。那在后方的KT 除了高低能调整了哈，它的一个软硬的话也能随着车友的需求呢来做软硬的调整。像后方的话，其实六代它是有一个椅背哈，尤其是 Q 版的哇，它要拆装的话又更麻烦，所以在调整阻尼的时候呢，会比较麻烦一些。但 KT 的话，它有附一个延长的调整机构，可以在椅背的后方啊，直接旋转阻尼的调整。待会再来跟车友们一一介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前面已经安装好的避震器的部分，好。前方的话，以这部车哈，2.0、2.4啊，我们的弹簧配置的话是配置7公斤的弹簧。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经理介绍的一个前面的上座，这个就是我们所附一个新品的上座哈，所以不需要再花钱买这个新的上座，或者是请技师啊把它上座拆下来沿用哈。所以上座的话就有新品哈。KT 比较厉害的地方是，经理其实也很喜欢这一部车，所以我们公司啊 ，KT 的台中工厂哈、哦，也有一样是 Camry 的六代啊，提供给车友我们来试乘，已经有很多车 Camry 的车友都来试乘了哈、哦。因为避震器的比较，用介绍的，你问我，我老王卖瓜一定说我们家很棒嘛哈、哦，所以很希望车友们来试乘哈、哦。好，这个是前面的弹簧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啦，单筒式的一个避震器的话，它前面所配置的弹簧呢，是配直卷弹簧。那直卷弹簧它的回馈的话会比较直接，
如果是需要比较禁忌用途的话呢，会建议配上纸卷弹簧。可是啊 ，Camry 它原厂避震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它的特色就是轴距长，它所诉求的就是它比较舒适。所以 KT 不论前面的弹簧跟后方的弹簧，都是做一个直大卷式的一个弹簧，所以它的圈径的话是还蛮大的哈。这个是前面才配七公斤而已。好，所以它的前面弹簧，尤其是 Camry 的后面避震器的选择啊，如果车友们要比较避震器的话，那在后方弹簧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果车友们看到后方的弹簧是直卷式的，那这样的避震器的话，在 Camry 来说就会比较偏向禁忌一点点哦。所以后方 KT 的一个设计呢，是一个大卷式的弹簧。那后方上座的话，也是 Camry 车友在选择改装避震器的重点。因为 Camry 的话，从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好，这四个四代啊，它后方避震器都是有斜度的。如果是用强化上座，是厂商自己开发的一个上座形式啊，万一它的上座的斜度跟原厂的斜度不同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有一个低层的咯咯咯的声音发生。如果镜头前的车友的话，有遇到这样声音的话，那通常都是后方的一个上座的斜度呢设计不良。那 KT 的话，后方上座吼，直接就沿用原厂型的上座，它的弹簧的上镜呢也做的跟原厂的和原厂上座一模一样，所以自然就不会有异音的发生吼。所以这个是 KT 为了 Camry 这些车系呢所开发很多很多一个专用的零件。那前面的如果以六代来说，很多车友的里程数齁都已经超过十万公里，甚至是到达20万公里。像是有的那个版主的话，好像据说已经到达了40万公里齁。所以 Camry 的这个引擎还有 Toyota 的品质说真的都很不错。那在拆装避震器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周边零件呢，都是需要像是年份到了、里程到了，都需要特别检视的哈。譬如说这个离载串的部分，还有三脚架的橡皮哦。像我们公司里面的试乘车，里程数到了19万多公里，这一颗的引擎脚啊，哈，已经损坏了哈，它已经有脱落的状况，所以遇到坑洞也会有异音的状况。所以里程数的话到的话，如果底盘要检测的话呢，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在避震器的周边比较相关度的话，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前面这一支离载串，好，还有跟离载串相连的防倾杆，它有两个固定的橡皮，这些都是一个固定要汰换的一个周边的零件，好，所以这些如果车友们的前面有遇到异音的话呢，这些零件都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哈。那前面弹簧介绍完毕了，它是多公斤数是用七公斤大卷式的弹簧，自然呢它的舒适度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车高的设定，今天的车友呢车高也没有要降得特别低的齁，大概是三指弧左右，原来的话是大概三指半，好，这是16寸的齁，这个版本是16寸的规格，所以它原来只有要降低大概半指弧而已，好，所以这个是比较舒适的 KT 为了这一台车做的比较舒适的设定。那车高的设定的话呢，它是从桶身的长短来改变车高哈，所以我们把这个蒂芬尼缆的角座啊往下旋转的话，它的长度变长，车高的话就变高哈，所以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呢相当的宽，最高也跟原厂一样高。那最低的话呢，如果轮胎了哈，轮胎上缘呢到叶子板切起都没有问题哈，所以我们公司里面的试乘车装的是2353519寸的扁平米的轮胎，所以把车高呢降低大概1.5指左右哈。如果车友的话，很多都会觉得把轮胎的规格加大，它的扁平比变薄之后，舒适度一定会变不好嘛。但是 KT 就是专程用19寸的轮胎来凸显 KT 的设定呢是会比较舒适的哈，所以很欢迎车友们来试乘哈，啊，觉得满意再考虑就好了。KT 的用料，因为背景声音师傅还在持续施工当中，所以会比较少，请车友们多多包涵。那在 KT 的用料部分哦，我们所使用里面填充在避震器里面的阻尼油啊，是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那在油封的部分的话，这个 Camry 的车友有很多都是推崇绿色的日本的 Team 嘛哈，
定的话使用的也是日本 NOK 的油封，所以 KT 的用料都用得不错哦。前面好了，我们来介绍后面好了哦。后面这边好，里面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KT 怎么去调整它后方的阻尼。好，这个丝带的话哈，它需要拆避震器的话，因为避震器是藏在后座的后方这里嘛，上座啦，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椅背呢把它拆下来。那调整阻尼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啦，我需要把整个椅子拆下来吗？是不用了哈，因为 KT 有一个调延长的调整机构，好，这个调整机构从这个地方就能调整到阻尼了。一样往顺时针的话变硬，往逆时针呢就变软，但是这个椅子装上去的时候，它的椅背啊会跟这个饰板会夹住哦，所以夹住的时候如果要调整这个的话会有点卡卡的，所以建议车友啦，在安装好 KT 如果要调整后方阻尼的时候，把椅背一只手呢往前搬，另外一只手再来调整阻尼的话会比较顺畅，比较不会有卡卡的感觉。好，这个是后方调整阻尼的介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比较特别的是后方KT 比较用心的后弹簧。好，在后弹簧的部分呢，我们所配置的弹簧公斤数才4公斤，而且它的圈数呢其实跟原厂一样都是一个大圈径的设计。那上座的话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太到哈，它上座就是一个沿用原厂上座的一个机构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座的话是跟原厂设计一样，自然呢就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异音来发生，所以它的是一个大圈径，那公斤数的话才4公斤，4公斤是我们在 Camry 这个世代里面呢，能够兼顾到操控，那舒适度的话也还能够兼备的一个公斤数哈。那后方一样有离载串，还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ABS 感应线之类的这些小零件呢，这些的固定点当然都是一个专车专用的规格了哈，这个都是应该要符合一些我们 KT 都是大部分都做出口比较多嘛哈，那这些都要符合一些国外一个安全规定，台湾倒是目前没有针对这些改装品做一些规范了，但是我们这些的固定点呢都是跟原厂做的一模一样的哈。那在小座的上方这个螺丝孔，好，前面也好后方也好，因为啊六代它的悬吊系统是麦花臣的，所以它的前面跟后方都是可以做微幅 camber 的改变跟调整。那 KT 的设计在这个上孔的话，它是做一个椭圆孔，所以它的后轮呢camber 角度呢是可以在定位机上做一个微幅调整。那如果定位时候的师傅功夫有到位的话哈，就不会有一个异常失胎的状况。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车高降下来之后，它后轮的角度会 camber 的角度会变得比较趴嘛，就容易磨耗轮胎的内侧，但是可以借由这些的微幅调整呢让轮胎不吃胎哈，所以这个是 KT 也是很用心设计的一些小细节跟地方。那在车高调整完毕之后啊，现在我们有听到师傅有在敲击的声音呢，就是在敲击这个托盘。如果安装完毕之后，因为前方它避震器麦花臣不只是负责上下，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避震器一样会旋转，所以前方所负的这个托盘环状托盘的力道呢就要比后方还要来得紧一些。后方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它的作动比较单纯一点，它就傻傻的上上下下，可是这个托盘如果松透的话一样会有异音，所以安装完毕之后这个齿轮状的托盘一定要记得把它锁附锁紧。 OK， 以上是Camry 六代的一个安装直播跟介绍。那经理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 KT 的台中的工厂里面呢就有 Camry 六代的实车啊哈，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也许有可能镜头前的车友哈是开的车款是七代或者是五代之类的，那这些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啊，其实它的底盘悬吊系统前方跟后方都是麦花臣的，乘坐起来的感觉呢都是可以当一个很不错的参考哦，所以很诚挚的邀请车友们呢来 KT 来做试乘。那如果车友们有对产品有价格疑问啊，或者是对设计啊，或者是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都很欢迎跟我们的小编联络。好，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影片，谢谢大家，拜拜。